王毅，我今年75岁，我家九代居住在大同市96号23号。我对我房的拆迁，我很心痛，但是由于耿市长的年轻有为，大刀阔斧的兴建庙宇，我也很欣慰。就是，这一套。你大刀阔斧建设庙宇，我感觉到欣慰，但是我也很痛心。在这当中，我愿意把我的所有年金领置换于楼房，我愿意把低端的差价，我愿意跟市长兴建这市井，我愿意把楼层的差价也愿意减息于跟市长进行建设的市井，但是在这之前曾三次骚扰我，民工就大胆的掐我的脖子，担心把我掐死，这样的强行拆迁，我非常不感冒。所以今天你们来的人，你们谁愿意敢强行拆迁，谁愿意冒着生死，将你们的一切献于这个事业，将会你们所有的生命，想指挥你们的人索要。我是为了维护宪法权威，维护不缺乏，维护2008年12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的决定。我今天就是这样交代给你们，你们上来吧。不是。